2008年第一场雪季后，
常荣幸，我们能够站在 Blackcomb 的顶上，我们又一次在加拿大相会。但愿我们的滑雪之旅永远继续下去，创造我们无限多的精彩。哈哈，刘远说的真精彩啊！采访呢？这里是 Blackcomb 的最顶峰，很高兴能够在这山顶跟史蒂夫一起滑雪。好 ，Thank you。OK。这里是那个 Blackcomb 后面山，是不能够上来，要爬上来。你呢？车好快。喂 ，Hello。哎，那个地方很危险的。是啊，两个。你们小心一点啊。我们在个山脊。是啊，你们小心一点。Yeah.
游泳，雪很干净，觉得怎么样？这个胡萝卜非常的鲜甜。不是胡萝卜啊，对啊，人生很大的优势就是少人滑，雪好。但是有两个问题，第一爬上去很累，第二滑下来走出来很辛苦。游泳拿的不是胡萝卜，是香槟。你呢？会不会再来？我想从这里跳到，你会再来吗？轮到你要发表一下吧。爽啊！小三，你呢？我，你肯定是没问题。我已经来过四年了，我以后争取每年都来，每次都来这个波。阿张呢？是个很好的尝试。很好的尝试，是啊，爬得累点，但是好锻炼。嗯，抽筋了吗？上面一直滑的，开始抽筋了，快了，快了，就差一点抽筋了。然后你可以搞个比赛。
上去吧。一会儿跟 Steve 一块下来。小山他们上去了吧？他们在你后面。现在要跟Steve出发了啦，Steve。Hello， 大家 Hello。哇塞！呜啦啦啦，我这地随着奔腾的马蹄，小妹妹吹着口琴，夕阳下美的剪影，我用子弹写日记，介绍完了风景，接下来换介绍我自己。我虽然是个牛仔，在酒吧只点牛奶，为什么不喝啤酒？因为啤酒伤身体。很多人不长眼睛，笑成偷看武器，只手空拳就说这么一长大的约定，那样清晰。
挂腰带，皮夹夹，后面口袋，黑框的眼镜有七星独白，变穿西装裤，他不在乎，我却想哭，有点无助，他的样子像刚出炉的婚后记录，一不注意就传输，我不想输，就算辛苦，我也要等，我也不能让你再走寻常路，我决定插手。世上不完，别说你不能。站着
Thank you, thank you very much. 要不要说一下自我介绍，这样他就知道每个人的名字了。我叫杨念。是哪里的代表？哪里的代表？广州代表。广州代表。陶慧，广州女代表。吴小华，成都代表。小平同志。加个颜色的颜，颜小平。成都代表。成都代表。我肖成军，湖南代表。我王一庄，北京人。来，大家聚在一起，看一下啊！大家好高兴，相聚为伴。哎，这个是我们的猪肉，太好了，排骨。你只要不说是我们的肉就行了。摄影师是英国代表。今天吃什么？今天吃韩国烤肉，韩国烧烤。还要把这个转过来，把摄影师对正在给我们录下来，让我来拍。那王大哥最好玩了，一会儿就是老王吧，小王吧，一会儿又成北京人了。是啊，那是你们一起举杯。好，你们一起举杯。好，No problem。OK， 一起举杯。好，史蒂夫，你是哪里的代表啊？史蒂夫，你来自什么地方啊？我是张金堂，我代表两个地方，一个香港，一个英国。好的，代表两个地方。感谢你这两天教我们滑雪。好，谢谢。史蒂夫不说点什么感想？这些肉应该烤好。感想做点很好啊，虾可以吃了。认识那么多国内的高手。哦。一起滑雪是很开心的。是摔跤高手还是滑雪高手？全部是滑雪高手。啊，你们能说再见吗？说一句话。好，拜拜。七月份争取大家一块出去阿根廷啊！我们尽快一起滑雪。好，再见啊！拜拜。嗨。那咱们一起滑一个能说西班牙语的女孩。给肖总找一个懂两个语言的吧。哇，这么厉害！哎，这下他就可以哪里都去了。欢迎你们到成都啊！好，拜拜。成都是短暂的，一晃就过来了，就是。一一道别。6天7天很快就去了。滑得开不开心？好，那明年再一起滑哈。下次去欧洲去。什么时候来欧洲？争取尽早吧。非常开心，谢谢史蒂夫对我的指导。下次我们去欧洲，再请史蒂夫帮助我们，留下教我们滑雪。好。寒风萧萧，飘零，长路漫漫，踏歌而行，回声望星辰，往事如烟云，犹记别离时，如流雪中。
会记多少英雄豪情，唯有与你同行，与你同行，才能把梦追寻。刘淼，就是要正常路线。哎，搞一个特写，搞一个特写。这个地方太危险了，这个道非常好，很大的优势。就是少人滑，雪好，但是有两个问题：第一，爬上去很累；第二，滑下来走出来很辛苦。爽。嗯，是个很好的尝试，很好的尝试。是啊，爬累点，但是好锻炼。嗯。还是你走前面，我来跟他吧，你来跟我。你怕他刹不住是吧？你还是你跟他，我跟他，我们单板分开比较好一点。他在最前面，你在那个，但是你跟住他紧一点，我跟你也紧一点。哇塞，很好，哎、谢谢，很好，很好，都像那个、啊、高手还是 professional 差不多。哎，跟我跟涛涛拍个合影。哇，这个是异光，太美丽了。太美丽了，漂亮不漂亮？漂亮极了，啊！哇，帅！哈哈哈！对，哈哈哈！好深。肯定在那个上面的动作很难看。啊，终于滑下来了！怎么刚下？吓死了！很好。哎。哎，thank you very much。大家聚在一起。看一下啊！好高兴，相信为本。非常荣幸，我们能够站在 Blackcomb 的顶上，我们又一次在加拿大相会。但愿我们的滑雪之旅永远继续下去，创造我们无限多的精彩。是个小阶段，好了，就离开了，下次再见了哈。